哎，帮主，咱今儿加菜了，莫不如就把他俩做成浑羊墨糊吧，好久都没吃了。哎，好，这个好。羊墨糊就是把鹅的内脏掏干净，塞满糯米，放在羊的肚子里一起烤。喂，你们谋完财又害命啊！主子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我不是怕死啊，我是怕你那个散化灵格丝一见火就燃啊！主子，你们揪着金线不放。 你们两个是嗅到我们龙竹帮的地盘上来的，要我说，直接把这俩货都给豁了。慢着啊，吃羊啊也有讲究，肥瘦搭配。再看这两瓶，皮下无油，还差点火，且先放了再养养。严彬。 明日把寻金线的靶子放出去，赏金再加一倍。走。等等，你跟踪过来，不就是想看我会不会逃跑？放心，谁会跟钱过不去啊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李庄主这是刚刚在宴会上没吃饱呢。来来来，给李庄主赐座。 来，穿威风，赌对冲，嫖成空，只有吃最实惠。李庄主，请吧。请。看来这菜不合你胃口，裴胖上硬菜。好嘞。竹鸡特别好吃。 你们这吃饭都不用筷子的吗？来来来，给双筷子，真麻烦。快一点吧，您。 快点啊！ 李庄主，好吃吗？哦，原来是好吃啊！干杯！来来来，庄主，庄主。 哎，一个水偏金，一个火偏土，命定的欢喜鸳鸯啊！鸳鸯？那么还有吗？不是这个鸳鸯，而是这里的鸳鸯。我刚才估了估，帮主您和这位李庄主的面部三庭，两人个性鲜明，不易退让。 虽有打有闹，但也般配。我跟他配？嗯，老神棍，说话要靠点谱。你这要配对，好歹也得是个女的吧？我呸！嫌我不像你，我还嫌你细皮嫩肉太像女人呢。我说错了吗？往哪儿看呢？
打死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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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死